家好，我是蜻蜓中华网上夏令营呢象山营的张约翰呢。时间呢过得真快，也一眨眼呢，这一期的夏令营呢就要结束了。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夏令营了，但是我还是感觉意犹未尽。这一期的夏令营，我们听了很多的经典故事，也学习了不少我的新知识。跟着故事，我感觉到了自己也仿佛穿梭到了中国浙江呢的象山呢，吃着象山呢的美食，看着象山呢的美景，然后又在时光的隧道我里来回穿的越古今的聆听的中华故事。我很的喜欢呢每天的打卡作业，另外呀我还非常的喜欢欣赏呢群里其他同学的打卡作业，能呢从呢同学那里也学到很多新的想法。我希望呢下次还可以参加夏令营活动，谢谢大家。